他听到，就是他这样子。你有用麦克风？有看到下面，就是下面推有吗？就是 BGG 它英雄大全都主打就是非常深嘛，它就16-19这样子的 layer， 然后它基本上全部的 combination 都用3×3的 builder 跟2×2的 max build 这样子，对，然后它也是有写说它 B， 就是它在那个分类竞赛的时候得到 B-6 这样子，对，然后所以这是它的结构，它的结构就是比较著名就是 C一跟一，就 BGG 16跟 BGG 19，对，然后它 training 的时候 input 的 data 都是2×2×2的 RGB， 那它在 input 的时候，它有先用那个mean 的 RGB， 就是点去 mean 的 RGB 的 value， 对，然后减去 mean 的 RGB 的 value， 对，就是哦减除啊，然后它。就是总共看到它都有5个 convolution 这样子，对，然后它的每个 stride 的那个设定都是一这样子，然后就这个很清楚，就可以看到说它就是64128566这样子，然后之后它因为它里面都是它有 max query， 那它 max query 都是2×2这样子。然后它有就是跟 LNX 比较，因为 LNX 是使用3×3的 Max Query， 那他在这边说为什么我要用2×2的 Max Query， 是说因为这样可以得到更多的 information， 就比起3×3的话，对，所以它也可以避免就是 overlapping 的部分，因为3×3会有 overlapping 的问题，对，所以他这边是使用2×2的 Max Query。然后之后他有他还有前面这边他的他的 C 就是 Next C， 他有个 CONB1256， 就是这里有个 conclusion 1×1，那这边使用1×1的话，在之前的 NIN 它是有降维的功能，对，然后这边他还有另外是他是要拖一些 nonlinear 的 transform， 这样就是因为 ReLU 的关系，所以这边应该大家都很清楚，就是它有降维跟升维。如果大于它的那个 builder 就是降，小于它的 builder 是降维，大于是升维这样子。所以你是说它1×1的 filter 有 ReLU 这样？没有，因为1×1就是没有，其实它没有做任何事，但是它做一个 ReLU， 所谓增加那个难度一点。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意思是说，它1×1的那个 layer。是有人力的这样，对 对， 对 ，OK。然后它这个前面是使用3×3的，它都是就一开始我已经知道是它都是使用3×3的 convolution。那为什么要用3×3的 convolution 呢？第一个是因为两个3×3的 convolution 就等于一个乘五的 convolution， 这是它的原则。然后所以3×3就等于一个7×7的 convolution。然后第二个是它的访谈，就是它的访谈密度也会减少很多，对，比起一个就是这边有算的话，就是两个3×3的，就是2×3×3，然后再乘15的 channel 跟 output 的 channel， 然后如果一个5×5的话，就是5×5的 input channel 再乘以 output channel， 那相比的话就是1.39倍，就是他们的访谈密度差1.39倍这样子，然后它使用。这个它使用很多个3×3，还有个原因也是因为它可以很多的 nonlinear 的 transform， 因为两个 convolution 总比一个 convolution 会多一个 ReLU， 所以就会更多的 nonlinear 的 transform。然后它在这边就是抱歉，就是它是使用3×3。那如果因为它跟那个 BGG 比的话是BGG 它是使用比较大的 convolution。抱歉，是 LNX 它使用比较大的 convolution， 那它这边是使用3×3，那它的意思是说越小的话会比较好这样，那就想说既然反正我1×1也有，那我3×3有，那为什么我可以用2×2？因为2×2其实会比3×3会得到更多的 information， 对，而且它还会更少的 parameter 在那个 model 里面，所以有人想可
以大声，为什么他不使用二乘二这个？大家懂我的意思吧？就是他有更多的优点，可是为什么他不使用二乘二这样？好，没有人回答我，继续了。那我们等实际验证结果是不是在小不小？不是这个问题，你是只说三乘三跟二乘二是？他不是这个问题，对，他是因为他说，因为在二乘二里面，他没有办法 label 给这个问题。对，这边他有公式，就是 f 减一除二，那 f 就是你的 filter 的 size。那如果 f 等于三，它的 label 配就是一。那你如果是f 等于二的话 ，label 配就会变成一，就没办法用 label 配。所以他这边就没有使用 filter 二乘二，原因是这样。那所以他的模型里面有做排列，它里面有做排列，它里面有做排列，对，它里面有做排列，所以就是它并不是二乘二，所以，然后再来就直接跳到 training 的部分，那 training 它就是用 mini batch 的规定 set， 对，然后这些数值大家应该都很熟，就是 monomer 就是 mini， 那它 batch 就是。然后，因为它是规定 descent 就要 weight， 就是 weight 的 decay 的，就是乘以十的负十次方。然后 running rate 它是设零点一，然后它在前两层的全连接层，它的 dropout 是设零点五。对，然后它这边其实它的 effort 就是比 LNX 还少，那可能原因是因为它比较深，还有更多的更小的 convolution 这样子。然后，或者是他，因为他已经 pre-train 那个 layer， 因为他是先使用 A 的方式先去 train 的参数之后，拿给后面的B C D E 使用，所以他 B C D E 的初始化的 weight 跟 bias 是一致，他是使用 A chain。你们要是要解释一下第一张表，这张表吗？对啊，这张表就是。因素从因素的这边看起就是二乘二就是因素 size， 就是它的那个 raw data 的那个 size。A B C D 是什么？那个 A B C D 就是它各种不同的 net， 就是它想要比较各种不同情况的 net。对，所以在这边它的这个第一个 A 的话就是 conclusion size 的意思。对，然后这边是有加一个 L R。对，然后在这边之后都一样，然后就是它的一层的往下加深，差不多就这样的感觉。对，然后比较特别是 C 这边，它是想要比较一下 C 跟 E 的话，就是一乘一，就是一个这边是使用一乘一的 build， 对，这样子懂吗？这样可以吗？还是有问题？因为这个比较A B C D 比较是我后面会就是跑后面会这样。所以后面会特别介绍 C 跟 D 为什么是用 B 乘一，但是到 D 跟 E 后面会把它是三乘三。因为他这个论文他是想证明就是 non linear 就是 transform 有没有增加 average， 所以他才这边他才要设一个一乘一的 conclusion， 大概是这样。然后他因为他是主打深，所以就是越来越深这样。所以就是这边就是我刚刚说的，他先 train A 的之后，再把那 A 是用 random 的 initial， 那 train 完之后再用 B C D E 的 initial weight， 它是从 A 来的。然后它的其他如果没有就是没有 A 名的话，它就其他的那个 weight 跟 bias 就是 normal distribution， 就是一个常态的。然后所以这边就是。换圈里的 image size 这样子，所以这张图还蛮好，就是我觉得还蛮好的从网上找，就是它是圈里是五一二乘以五一二这样子。那它在这边它有两个方法，一个是 single scale 圈里跟 multi scale 圈里，然后。所以他在这边，他一开始是用256，就是初始的状态是用256，然后去跟 learning rate 0.1，因为他是要，就是他为了要让就是 train 384这比较快，所以他用256
方自己劝，然后劝完之后再去劝三八四，这样会比较快。这是他论文的意思。然后Martio 的话就是他就是有个 random 的 range， 他会给一个 minima 跟一个 max 嘛。那 minima 他的论文是写256，那他 max 嘛是512这样子。对，然后所以这张图应该大家应该都可以看出来，他就是会就是经过这个 scale 的方式就会变成224×2，它本来是512×512，做完 scale 就变成224×224这样。然后在这个scaling 的部分的话，就是在之前 CBTR2018 的会议上面有一篇是叫做 Analysis of Scale Inverse in Object Detection， 就是叫 SNIP。那它主要是就是针对现在 object detection 所需要 scale 就是的问题来做程序这样，所以它做蛮多的实验。对，那因为这篇文章我还没有很仔细的深看，就是我刚好在看的时候刚好看到这个 scale 的部分，然后它是有做一些实验在这篇内容，它有去证明一些事情这样。对，因为它是说它现在目前的话就是要侦测不同大小物体，大部分就是 Martio scaling 跟 scaling training 跟 testing， 然后还有 feature paraben network 这样子。对，所以这边我觉得可以看一下。然后再来就是 training 的时间，那它是使用4个 NVIDIA 的 GPU 这样子，那它每一个 model 大概是 train 2到3个礼拜。对，然后它的 tool 是用 C 加加跟的 toolbox， 然后这边就去查一下原价五的价格这样子。对，因为上次 Google Brain 来的时候，他们有做就是印度的那个视网膜病变，那我有跟他们说他们大概的GPU 跟 TPU 大概运用到多少，那他是说他们因为这是毕竟是一个商业机密，所以他们没有给我很实际的数据，所以他是说他的 TPU 大概用了30几，那 GPU 大概用100多个去 train 嘛。对，那微软也是差不多，因为微软有在做这类的事情，就是也是做印度的视网膜病变。然后所以很快就进入到一类，就是 training 完之后就是评估这样子。对，然后所以就是回到刚刚的 A 的话，就是A 跟这个下面这个 ALRND 的话，就是16加 LRND 跟6加 LRND， 这个应该蛮清楚的。然后这边它有定义一个，就是说Q 等于 S 的话，就是 Q 会等于 S， 那如果它是 multiple 的话，它就会变成 0.5 的值，那个最小值加最大值，对，就会变等于旁边这个数值，这个应该蛮容易理解。什么意思？就是它的 training S 跟 Q， 就是如果它是单个的话就相等，那如果不是，它如果是有两个的话，它就会取平均值，哦，是两个相加取平均值等于它的 Q， 就是 training 跟 test 的那个 image size。所以它这边 A 跟这个 ALRND 的话，它证明是没有增加那个accuracy 的，反而是减低。所以他在这边，他跟我们说 ，L R 是没有屁用的东西，这样子。他我比较好奇为什么？因为如果券是有两种 size 的话，为什么 test 的时候要取平均的 size？ 因为他是说，那个是 size 没错吧？我理解应该没有错。对对对，因为他在论文里面他有说，就是如果他就是因为他取附近的值，如果说 training 跟 test 就是离太远的话，他的 accuracy 会降低。对，所以他就是用平均的方式，就是这样子反而会比较全平均的，就是附近的值就不会离太远这样子。不会离太远。对。好，可接受。对，所以对，就是这样。然后所以 B 跟 C 就是我
刚讲的，他一个是有加就是一个是 convolution 一乘一的，一个是另外一个是三乘三，所以他有加的话的 performance 是比较好，对。然后他同时也证明了，就是，他 data 是哪里的 data？ data 是那个叫啥？是用的叫做就是 ILSDRC 的 dataset， 然后它的 class 1000，就是跟那个LSNet 那个一样的 dataset。哦，它里面有多少照片？里面有，它有1000个 class， 可是实际的 number 我没有看。它是说这边写。圈的话有 1.3m 的一米距，1.3m 的一米距，所以是，然后它 value 130万，对，然后它 value 就是 validation 的话是 50k 一米距，对，但是因为我 demo 是不是用这个，因为太大了，就是这个我的电脑的话，可以等一下 demo， 算一点点，然后所以。所以他有证明，就是说两个三乘三的跟一个五乘五的accuracy 的话，他有证明是一个三两个三乘三跟一个五乘五的话，他们两个 accuracy 差了7%。所以就是当然就是两个三乘两个康普顿三乘三会比一个五乘五的还好这样子。然后那C 跟 D 的话，就是它特别是说三乘三的话，会比较多的那个就是 capture 比较多的 information， 跟一乘一的不一样。在 C 跟 D 的话，就是应该要把这张图摆在，就是这张图要摆在后面，你会比较理解。对呀、啊，就是一起看。嗯，那我们下。话就是它其实，在它论文里面是，就是 accuracy 是没有增加的，对，那就会显示出 VGG 一个问题，就是会提出小时的问题，对，那在另外一边是它是有被解决的，对，那如果说它有是说，如果它想要更好的 performance 的话，就是要多做一些data 的就是处理，比如说转字或是什么之类的。多一些的 data implementation 这样子。对，你说 D 跟 E 它的 performance 没有增加？不是 A 跟，你是说 A 跟这个 ANOR 吗？还是哪？我说是，你在说梯度消失那件事情。哦 ，D 跟 E， 因为 D 跟 E 它其实是就只是在加深而已，但是它证明的问题是会有梯度消失。他怎么知道？这个是个好问题，因为他觉得说就是 proposal 没有上去，可能他是有裂缝，可能是有梯度消失的问题，所以这是他猜的嘛？对，他这个是没有，这个是没有看资料看到的。对对对 ，OK， 对，这个是我没有办法验证，因为除非我得到，就是我有那个才化验证。嗯，所以就是他说，所以他说还要再，就是可能或许
一干一笔的话，就是多做一些 data 的 argument， 就是总共只会等号，在 training 的时候多做一些，对，就是其实有蛮杂的。哇，我觉得这几件事我连接不起来。做 data argumentation， 然后15小时就会解决。不是，这没有相连的，这是没有相关的。那不然是？他说梯度消失就是要用那个替代方案，就是那个 short call 那个，不是有个 model 带有 short call？ 那我对对对对对对，那个他说梯度消失的问题是要用那个方式。你说从 OK， short call， 因为他们是差不多同的，算同的时间，就是很接近的时间。就另外一篇论文，对对对对。Alex Name， 好像是 Alex Name， 是，就是有个叫做 Short Call， 跳楼连接那个，对对对，连接层，然后它是跳的，对 对， 對，嗯，然后它的前置描述是说，如果它好像是为了解决梯度消失，所以它就是把前面的讯息，但是我只有看的概念，我不知道它实作怎么做，它把直接摆 pass 到后面去，但是正常的。深度行为是正常的嘛，然后只是多了一个，所以我认为他是把另外一个前程或是更前程的 W 跟 D 加到后面同个位置的 W 跟 D， 我是这么认为，我就看到概念，我知道有跳这件事情，但我不知道他怎么实做。哦，知道那篇名字吗？找一下，有时候有留，但是我要找一下。应该曝光过了吧？我记得。还是还没有，我没有看到啊，我没有看到这件事情。看 Alex 那个有这个吧，但我印象不是 Alex 那个，但是我知道有这个东西。吓死我了！哇，他有讲到三叉的问题，哦，对，对，三叉，就是他有修靠，就是叠叠。再往下，我记得他是一个。对啊，一层一层，然后中间有看到了不是这一点，看到的是我一层一层。有公式吗？他对，我看到的是下面的。看到对，我看到的是这个。我看一下，看一下公式，看一下公式。对。应该是加钱。对，他们是相加，就是他们其实相减。它的 input 的是两个产物全做完的 input， 然后它又就是减掉一个那个 x， 因为这边我还没有看，所以我不是很清楚，我会稍微了解一下。所以这可能说全部看。因为最近有一篇论文在讲这个现象。是有 bypass 或 shortcut 的这种结构的话，它会让整个模型比较好 train。有就是有一篇论文，它是把整个 loss function 的那个叫什么，把它画出来， 3D 的画出来。那它有 shortcut 的话，它整个会变成一个很平滑的碗状的东西。然后原本没有修卡的话，就是非常崎岖的。是在那个 CDPR 吗？还是因为美国最近不是办 CDPR 吗？我有点忘记了。那就他这论文里面，他有做 multi 的 scale。那他的公司也是，他的公司也是。它这个公式也是就是一样 ，S 跟 Q 就是Q 就是因为它都是多的，所以就是 Q 的话就是 S 减32，然后 S 跟 S 加32这样子。就是这个应该很清楚，就是如果它是八 Q 的话，就是这边它会有 output 的三个值，就是 min 嘛，然后平均值，两个加起来平均值的 max 这样子。然后他这边其实就是要说，就是
对我说在什么，就是他是说尽量他为什么就是他有说他为什么是加三十减三十二分，就是刚刚就是月华问是月华对他问的就是为什么是这样的公司，那他论文是解释说就是如果就是他们的 training 跟 test 的 skill 差太多的话，就是会造成内部是这样的。所以在就是他还有证明一个事情，就叫做破门的验证这样子。对，然后他就是做破门的话，他是就是有做 dense 跟 module 的破门这样子。对，然后他的结果是说破门跟 dense 会加起来是对好的，那 dense 又比破门这个还好，就是因为说 dense 的话是因为他是直接就是输入，就是他就是直接从图片输入卷积层。那它的边界的 padding 就是需要 padding 零的值，那 corp 的话就是说，因为它从图片上裁剪，所以变成说就是边界的话的值，就是因为它是直接裁剪，所以旁边会残留就是它原本的值这样，所以效果会比 dense 的还好。懂我的意思吗？为什么裁剪没有残留？就是因为一个是做 padding， 就是补名的。那 dense 是原本的做法。dense 是就是 dense 是指，是原本的做法。的意思是指原本照片有 padding。照片可以，你是只在一个这个验证的话，就选你这边啊，这边是没有做配比，没有做配比，就直接把照片丢进去。对，所以它只有 training 有做配比的意思。是，所以它 evaluation dense 就是原照片塞进去。对 ，OK， 然后 probe 就是有裁切塞进去。dense 也不能算原本的照片塞进去。那不然是，不然他做了什么？RGB 就升了三个，然后在平面的两，我是猜这样，假设进来是 RGB， 所以前面的二乘二乘二跟后面的乘二乘二分开。整个过程是怎么做的？这样，它其实 evaluation 它就分很多
有补，就是他有做 C 口的，然后跟 Margin 的。其实啊，上面 C 口部分啊，在 Q 那边是很难，他特别在做 Margin 那些什么东西。不要住那边做第三行，它中间的差异就是差在在两张图上面的 symbol 那边，它有一个 cast Q， 那边就只有一行，然后在那个什么25656那边是第一行，在这 market 那边就是它在 Q 前都是各三行各三笔数据出来，那它的用意是什么？嗯，那个 Q 的数据各大表示，就是他这边其实我也没有很了解，就是他只是认为他就写说他有做马景跟single这样，然后他其实他因为我在读的时候他有写说，就是他只是说他就是他只是说一个是 single 的话就是单一的这样子。然后 Matthew 的话，就是它会有一个 range 这样子，那其实里面没有写的很仔细，所以看你们有知道这一块。因为以往照片就是取大概都是 one size， 是，对。那所以他现在这一天他想做，我 one size 现在就做 training， 那我不同 size 的有没有办法做预测的？他那边不是有一个 multi size 的 evaluation？ 是，对啊。如果是上一张这个 multi scale， 那 multi scale 就表示说他想做我一个 size training 出来，那我同样的模型有没有办法给不同的 scale 的照片做预测？是，对啊。但是他想做的应该是这件事情，然后至于说他取的范围，说他加32加减32嘛，是，所以这个我不太确定，反正他就是抓了一个范围，就是那个范围是就是他随便抽样出来的，如果是这样说的话，因为他在做的右边吧，最下面它其实也是有把公式给写出来，是，所以它写出这样的公式，代表就是它在取样的时候不是83把它取出来，还是说其实它在取样的时候就是不只是这三个，就是我们在用我们第七页看到这三个，不是只有这三，它只是做一个代表，让我们知道说它取的是这样的，就是。所以他应该是，我在猜他应该是想要，就是像刚刚月华讲的数字，他是想要他的 training size 是就是固定的，然后他是想要用很多不同 size 的图片进去，就是一遍一遍这种。你觉得他跑出来结果好吗？好吗？其实没有差很多，没有差很多。他跟 single scale 的。有差，有，我跟 single scale 有差，跟 scale 那有变好还是变差？嗯，照理说应该要变差。
略有些些些微变化。觉得神奇。其实我也不是很了解这两个差异，这个还要再查一下，因为它其实论文没有提。反正我没有提啊，他没有提说什么事情，他只有说他的这个 range 问题是大概是这样，就是他的风雨问题大概是13。但是他其实没有讲的是有什么要讲的。这个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可以往那边插进去。那最后就是它有个 fusion， 那 fusion 就是全部加前面加在一起，就是来做音乐加在一起。加在一起是怎么个加法？就是最优解构的。对对，是最优解构的。就是把刚刚前面那些全部加起来，就是它有 dance 的话，然后那些 structure。那就是看到一样是 death 跟这个两个加起来的，这个是最好的。加起来，就是 fusion。fusion 是加起来，就是 fusion 就是融合的意思，对不对？对啊，对啊，对啊。是加起来，就是那它是怎么个加法？比如说你是网路结构整融合在一起，还是你网路个别预测出来之后，再把它算一个数字？变成一个结果之类，还是说我三个网络或两个网络，有点像 model selection 的感觉，就是我挑一个里面预测最好的那个行情。现在讲是 multi supported 的那个，它不是，好，没事。我在猜它应该是说它把它接起来吧，我觉得它的复权应该是。接起来，对，所以接起来就变成我的网路一个串一个的意思哦。是，应该是我猜，因为它里面有东西。可是这样会变超级深哎、欸！啊，前面不是就说过很深的话，它的 gradient 会消失吗？是，可是它不是说用那个，好、哦，那可是另外的类。对，那是另外的类。好。跟别人的翻译里面，我没有看到他解决梯度消失，但是他只有提到他解决破泥的问题。包飞艇吗？对，他说随机裁切是为了解决破泥的。因为他说在这个，他说他在他的实验里面，他把半球的凹凸的各种马桶，然后 by average 在 subnet class， 哪页？第七页。4.4 所以他是把每一个网路预测出来的结果取平均，是，对。所以它不是网路串接了，可是你刚才讲的这一段，我看它是先讲它 multi scale 的每一个尺寸做了一次预测，然后再把这个预测加起来平均，然后看排序结果。看排序结果，就是加起来平均之后就没有排序结果。就是平均之后的结果。对啊，对啊，就平均了。对啊，因为它出来 soft mass 出来是那个啊几率。所以几率统计那个几率去平均掉，所以实际上他是扣了几张图片，就做了几次预测，是不是？对，就不是那个，叫什么？现在蛮那个叫什么 ensemble learning， 对对 ，ensemble learning 的那个效果。所以用那个分讲。
他有说这个结果比较好吗？比前面的？是有的，有比较好，全是比较好。那他在最后面，他还有一个是 compare， 就是所有的就是其他 model 他是改变，但我这边没有列。觉得他做的还蛮认真。是，还有比较其他的 Google Net 或者其他的吗？这边我没有列，因为其实在读的时候就不知道它的就是结果比较大，就是没有列。然后有一个 summary 是它证明就是 small 比较小的它入选比较好，就比起其他的 model。然后他也证明了，就是唐无权一乘一，还有就是比较多的那第一年会造成比较好的 X。那他也证明就是定，就是升比前还好太多。然后他的证明的话是没有用的。然后 training 的 multi skill 比 single 还好。然后就是 evaluation 的时候 ，dance 跟这两个加起来。我就都把 reset 掉了，因为在一层一呢，那就两层一都是加的，就是去做国际平台。所以一层一，对，在一层一，他给就是在之前的 NIM 他说可以降，也可以升。他是从训练的时候告诉那个就是循环告诉结构自己说，应该讲取比较低的频率的特征，所以其实他比较倾向用那个 average pool 类似的概念，就是但是他不是用 average pool， 他是用那个 max pool， 他取比较强烈的特征，但是在训练的结果。要求那个就是回馈的讯息是尽量取平均的，因为如果你有变形，其实留下的讯号是比较低频率的，就频率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应该这样讲。你有缩放的时候，总是保留的东西是在频率上是比较低的，就是在讯号频率低频讯号，这个叫什么讲？比较。我们如果把一张图片缩小再放大，你看起来它很模糊，对，所以它是取就尽可能的 fit 那些模糊的讯号，而不是原始解析的讯号。我是这么看这个事情。我再看一下，刚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它的那个 Multi Probe 的是就是 Evaluation， 它只放在 Test， 对不对？对，它只放在 Test。这样是不是意味着？他在裁切的时候会把一些 noise 裁掉，所以他的 evaluation 的结果会稍稍好一点点。因为我看到裁切都是先放弃边缘，而不是随机裁切各种不同的地方，他是从边边裁切。反正我不管怎么裁切，他都不会裁到他要辨识那个东西的。对，这个前提，这个前提是目标不在中间。那因为我在做那个蛇的训练的时候，因为蛇大部分躯体有时候不在正中间，所以这个方法就有点说白了 random probe。
对，对啊，你又不可能一张一张去去扣。哦。OK。他其实 K 老师他已经有确定好了，因为我们不是用，哎，因为我是用远端，应该，哦，远端的解析度把它调那个1280×720。对，在那个你先回到桌面，它就建这个虚拟的，对，然后再虚拟，对，到桌面，桌面按右键，对，对对对，空白处按右键，按右键可以比较大小，解析度，对，倒数第二。然后你可以在这里选择那个非常低的，例如说1366×768就成功。你先按四，你先按四。然后在 AnyDisk 的上面 ，AnyDisk 的右上角有一个很多横杠的，然后它点它，你压不到它。太小。我来想讲什么东西，还是要 demo 什么东西？对对，那个是先 demo。那这边其实也没有要 demo 什么，就是试做而已。是我是用 Keras 试做的。那这边我是用 Cybotec。Keras 能够。因为我这边是做 BG16 嘛，所以它就是一样，就是6×6×1的话，然后3×2，所以这个是哪一个版本？刚刚不是有 ABCD？ ABCD， 这个是 BG16。那我们说的 BG16 的话，就是主版本，OK， 是 BG19， 不是 BG16。然后我这边是做 BG16，因为16×16是没啥，就是稍微。用 RMS4， 我不是用那个 SCP， 因为它其实认为是用 SCP， 但是我是用另外一个，也差了，差了，对对对，所以就是结果就是因为我电脑关系，所以我就劝二 Apple 二，差两个 Apple， 对对对，然后再用 CyberCam 的话，它的总共是5万的数目，然后就是一样分4A，然后它的input size 就32×32。然后劝二的结果的 X 是 PS4， 就是劝 Apple 的话是 PS4，Arrow 吗？Accuracy 是 PS4，PS4 就是40%。然后，所以我觉得劝十应该就可以到70，我在猜，我没有劝，我没有继续劝下去，因为我这样啊，我这样子就已经劝了4个小时，是用 GPU 的 CPU， 不对。所以就劝4小时，我是劝 Apple 的，所以基本上应该是还没有到，还没有。所以就他其实有劝好的啦，他其实 Keras 上面也有劝好的，然后 Mainnet 也有劝好的，因为我本来是想用 Mainnet， 可是后来发现他劝好了，但是没有。除了实作以外，你有做其他什么小实验之类的？小实验，其实没有。对，因为电脑的关系，而且它的体积太大了。嗯。所以我不用多做很
可以拿那个，可以拿它券好的嘛，然后看你要调什么参数，调一调，做听力这样。拿它券好的，然后比如说你想加 layer， 或者是把 layer 砍掉，或是做点什么手脚，然后再可以、啊、是可以这样子，再用三八片下去做 fine tune。嗯，我觉得可以。这样应该会比较节省时间，这样你就可以做其他实验这样。是，对，然后你就不用自己弄，你自己弄就会搞很久这样，尤其你只有 CPU 的话。好，所以你看这篇 paper 看了多久？大概就看三四个小时，因为时间到了很细，没有看很，没有看得很详细，时间比较多的进度。也是跟你调整时间的效率。